先会先帮你乳化，然后后面我再帮你洗，但我第一次洗。好，然后呢？洗头的时候就叫你到这边，就给他们一个安全感啊。对，然后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先慢慢往后。等一下，我们再踩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这样子可以去洗东西。再一点点。就是从重到轻，力量重，然后滑。哦，好。然后重到轻，然后后面一样的重、轻、重。好。这样子。两只在扶着。还好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还好，我有学一点按摩。真的，很想要给你按摩说。然后这里是冲水前是先把它刷成一束，然后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好，那我们这样去冲水。好，水温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是你要再烫一点？没关系。嗨，换你哦，你做洗完了，厉害哎！你有带那个吗？服装的话？没有。好，帮我等一下，我就借你。皮肤很好啊，不用化什么妆，因为怕洗，等下洗旁边它然后都会这样。我知道那个没带到补妆的，没有，我等下借你，谢谢。我也是白的，这边的部分你就这样子拱起来，然后拉掉。你说洗，等下洗发的，对，等下洗发的时候，你已经乳化完了吗？已经乳化完，然后旁边就小心搓。好 ，OK， 这个要拿好，小心哦。很感谢助教们博峰、蔡正，他们很细心的教导我如何洗头。可以靠贴在头上。你说这个连毛毛可以贴头上，可以放在头上。哦，可以。然后如果女生的话，如果觉得就是太浓稠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水。OK， 懂。你说她头发比较多的话，对，这样算有洗头，这样对有。然后中间的话就可以这样子说，这样。我觉得透过角色互换，更能体会法术们在等待或者是帮客人洗头的那种辛苦。我来了，我最后一次，我现在是那个怎么样？护法了吗？护法，你护法完了？还刚上。老板员用这边，你把它那个分就打结的地方，把它拉开。梳开啊，不是拉开，梳开。然后之后不是涂完之后吗？可以。睁眼睛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哇。OK。对不起。没事。哦。很舒服。真的、哦。嗯。谢谢。这也是第一次洗，对啊，感觉不像是按摩是吗？这么厉害，说可以会按摩，对啊，躺洗比坐洗要容易一点，对，但我觉得我还蛮会按摩的，就我在帮我女儿洗头的时候都会帮她按摩啊之类的，然后上了之后就把它扶起来 ，OK 啊，好，来啊，好，我们来重来一次哦，好。我的妆也掉很多了，没有，不多，一样漂亮。过去，往这里面塞。真的看起来不像鼻子，是吧？看吗？好，二。不够紧。好 ，sorry， 我们再一次。这样子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把他头直接扶起来了，他就其实不太这样。好，Go， 辛苦你。现在水温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啊，这些干扰终于离开了，剩下我们两个人。你如此，旁边门太挤了。开玩笑。
想看我们开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